接下来上半场我都给中小班的孩子来做展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欣赏一个快乐的节目。我们的孩子呢，他要用他的身体来做摆动，用他的肢体来呈现他的音乐，用他的感觉给我们欢乐跟天真。所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玫瑰帮我们带来的音乐涂鸦，欢迎他们。谢谢你们的掌声，谢谢。Yeah.